庆祝双十国庆，今年台中市政府扩大举办国庆升旗典礼，不但是由金曲歌后江蕙仪来领唱国歌，更由文华高中来担任地面旗手，跟空中无人机陆空同步来迎接国旗进场。而在现场跟发放有5000面的小国旗、太阳饼，还有矿泉水，以及限量的国庆腰包，也欢迎民众来共享盛举。光华高中一队带来操枪表演，熟练技巧和队形变换，率先为台中双十国庆揭开序幕。庆祝双十国庆，今年台中市政府扩大举办国庆升旗典礼，副市长也分享今年台中双十国庆特别不一样的秘密，包括陆空迎旗进场、金曲歌后江蕙仪领唱国歌等精彩活动。第一个亮点，我们是海空一起陆空一起来升起国旗，国旗翻转，而且我们还有无人飞机一起飞上天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同时呢，我有我们这么可爱的我的小学弟例行国小少棒队，他们要跟着呢那个江蕙仪台语第一名的领着我们来唱这个国歌，非常的有亮点。副市长表示，今年国庆活动将由空中无人机、陆空同步迎旗进场，现场还会发放5000面小国旗，还有太阳饼和矿泉水、限量国庆腰包等小礼物。今年国庆厂商热情响应，制作台中国庆好礼爱心套组，所得20万元将捐给和平区自由国小和雾峰区的光正国小。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糕品工会呢，赞助了我们的太阳饼、矿泉水，而且呢还有善心人士赞助了我们的那个腰包，所以我们的奖品呢非常非常的丰富哦。这架国旗机是我们为了这次国庆升旗典礼所设计出来的，各位看，虽然是一个平面，但是我们可以在天上飞行，做出各种优雅的动作。各位在10月10号的早上可以拭目以待。活动将在10号上午在市府广场盛大举办，另外还安排有氧活力操以及遥控飞行机压轴展演，欢迎市民一起参加升旗典礼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记者杨宗桓台中采访报道。